少年的书桌上没有虚度光阴，那些看似波澜不起的日复一日，终将会证明努力的意义。惜君生与义，一画捧万里，愿你执笔为剑，不留遗憾。更要祝福同学们每一天都能春暖花开，如向日葵，如向日葵一般追逐光，成为光，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做一个有温度的人，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我很感谢与每个人相遇，因为你们的存在，我的青春才足够完整，足够精彩。我们的高考可能会遇到各种送分题，但是人生没有，人生路上没有送分题。好在我们有老师教会我们什么是标准答案。老师，谢谢你。在这人潮汹涌的世界里，遇见的都是天意，拥有的都是幸运，而我们遇见了你，而我遇见了你们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GO！